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钟杰。今天呢，我们人还是在一个斑马鸡的这边，我们来想说来进来寻看看，就在里面呢发现一个坐姿，但是我但是在试它的弹性啊，所以我们还在抓，好不好打？来吧，我先都把它倒爪试试。哎，我要倒，每一个都卡爪。哎，它这个好像比较没那么，这个爪比较没那么大。对。那你的后盘会不会出呢？我觉得它后盘会往右丢。一定很乖。但是如果是这个后盘的话，就有机会。等它下去，那个龟子扭。后盘。啊！差点。哇塞！对不对？哎，兄弟，等那时候不要宕机一下。对啊，你再宕一次嘛。没砸水，丢！没砸水，丢！哦，后盘真的后盘哎，你看，它后盘会放。搁坐姿太里面，要不然你把它拉上，看它会不会上二楼。它只会丢个里面，好不好？是。对啊。哦，有帽有帽，前面有机会了，把它拉上来，跨越它。因为我本来是觉得那只和之果那只要走，是吗？这只要走开。对啊，哎呀，倒爪，它可以倒，对，它可以倒，再倒一次，算了，我这个先拉走。好，今天的目标就是坐姿了，对，直接攻坐姿，然后这个走位来继续倒，倒到天荒地，哎。蹦蹦，怎么没有打过去呢？真的是这个转位哦，太快要去正门了，就这样子。那我就是坐姿先拉出来吧。它手好小。爪幅其实不大，但是它的爪子，它爪力开得蛮强的，可以吸啦。你们家最贵的坐姿开始浮过来了，是不是要把艾斯打进去啊？对啊，但是这个有点麻烦。这个可以后盘吗？除非甩过去是这两爪吃到，但是应该几率很小。还会拖哎，假的，真的。哎，怎么没宕机？那我来试一个东西。哎呦，就是这个东西。可是它的天地就是天地的关系，不然应该。哇，差吗？差，卡太死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坐姿。哎呦，这是外丢拍吗？不是啦，他那个又咬到了，又咬，他把它甩掉了，不行啊！哦，好烦哦，垮烫，一直宕机好麻烦哦，别宕，不要，要不然这个出货也在宕啊。别动！卡住啊！我给他卡一下。
先把这个。有哦吼，助攻哎、欸！可是你的线，啊靠！我的线怎么办？我要打哪一盒？打这个好了。啊！可惜啊。他如果直接上二楼，可是他甩打好像太小了。哇靠！好辛苦啊！重点是他的宕机啦，宕机是让我最辛苦的。啊靠！哇，别啊，又咬到了，松啊！直接抓起来。哎，你再撑一下，你再撑一下。撑到我出货就好了，拜托拜托。你再撑一下，再撑一下，你让我把它出货。啊！这是直接咬啊，它是直接咬线的、啊。来，你来坐姿。你再撑一下，你再撑一下，我们要救你出来。开了，哇，开了，真可惜。对吧、啊？差一点直接轻轻松松解决坐姿呢。啊靠！啊，憋！你要咬就直接外丢出来，不要这边。开了开了，劲大转。哇，刚刚这一下咬到就直接出来。是吗？嗯，刚刚这一下没咬到，很可惜。这一下会吗？哎、欸，有一点呢、欸。啊，我觉得它只有正枪位、欸，正门。哎、欸，啊，坐姿，回家了，回家。哦，差点。这个角度怪怪的啊。啊，它会放在枪位上。开呀、啊、开呀、啊！他真的吃进去了，不行。要挡位吗？要，我觉得要挡。来。哦，露出一个脚了。啊，可恶！哎呀，他只要吃到一下一个宝，我觉得会脱。有了。我就预感他会跑到右边。哇嘞嘞，真的是刚哦，完美的位置说。哎，就这样子。爪子。还有这样哦。差点想说让飞回去一下子。哇塞！超饱的。我还以为他要直接出。直接出。他直上的下会不会直接放？没有、哦、啊！出啊！哎，又回来了。来了来了，枪位枪位，右边要锁吗？
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这两种啊，重点要这两种吃到。你像全都是两种吃到的话，应该会放。那两种很难进哎。对啊。可是进了一次就有。这么肯定？嗯。有了，这样就有了。真。你知道为什么肯定有吗？因为我的台子曾经有一次调台失误，就是甩过去刚好可以这两种。然后就400块，然后那一天我出了价值2500，真的喷2000，那是我的那个自己的教训。所以我们光搞这个坐姿搞有点久，然后我们一直把它重来一期，一直打，一直宕机，开了20次有了。哦，有超过。好了，那我们这次总共都打这样子3盒金正，那整体大概是平了，因为我们有一盒少少出啊，这一盒其实也还好。那时候不是卡线外丢。那这一盒就打在那个成本价。好，然后我跟这一盒纠缠最久的这一盒，然后我就这一盒。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送给大家。这么冲动。哎呀 ，OK 了，还好了 ，OK 了，可以接受的。那我可以去留言吗？去啊，你不见得抽得到你。好了，那我们这次就总共，我们这一次就抽奖送这个坐姿送给大家。抽奖办法然后在片尾大家再去看一下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